民众党主席刘华才在来临州选上阵哪个议席？经历了一波三折后，刘华才宣布将出战八六败。刘华才团队今天向当今大马证实，今早传出刘华才将转战马张胡墨竞选的候选人名单是假名单。国盟总秘书韩沙再努丁也发文告证实，国盟主席理事会议决，刘华才代表国盟上阵八六败。刘华才也向光华日报透露，他已经取得候选人委任状。民众党在这次槟城州选所有议席几乎都是华裔选区，刘华才将是民众党唯一在马来选区竞选的候选人。他预料将在八六败面对极大挑战。昨天，当地的一党基层在国盟宣布候选人的几个小时前拉布条抗议，刘华才以天兵姿态空降八六败州席。他们动言，如果刘华才在八六败上阵，当地一党不只会在提名日缺席，更会关闭竞选行动室。前天，槟城达西牛乳阁一青团则警告刘华才，别试图攻打当地的马来州选区，否则他们将倒戈相向。